学期课看病。对，八七块，同一班。我今天不太舒服。我今日不就舒服。买一本病历，挂一个外科。买一本病历，挂一个外科。看病的人真多啊，候诊室里挤满了人。同一班的人过在候诊室里，人挤到杂杂。我头疼发烧，吃不下，觉得全身没劲儿。我头疼发热，食唔落，全身无力。我不喜欢打针，还是吃药吧，最好吃中药。我怕打针，吃错药好，最好吃中药。我昨天晚上着了凉，有点咳嗽。我昨晚感冒，有点惊咳嗽。我感冒，鼻子不通，嗓子还有点哑。我感冒，湿气，喉咙碎碎。我昨天爬山，不小心把脚扭了。我昨日爬山，唔在关只脚扭掉。这两天我肚子不好，泻得厉害。这两日我肚子闹到吐时。大夫，我想做一个常规体检。医生，我爱做一个常规检测。你这是皮肤过敏，不是水土不服。这该是皮肤过敏，不是水土不服。这个牙齿拔了，我想镶一个。这个齿忙掉去，我想镶这个。补充词语。补充词语。出诊。初诊。复诊。复诊。护士。护士。量体温。量体温。开刀。开刀。消毒。消毒。麻醉。麻醉。化验。化验。透视。透视。针灸。针灸。理疗。理疗。失眠。失眠。 B 超。 B 条。心电图。心电图。